所有的道路透过着咱的用心，甲管理好势。咱变啊，会当甲咱孙子孙母的迄种精神，透过着咱的典型的祖先，然后会当引导我一兄弟姊妹，会当一脉相承，共修、共勉，将来再当共修。所以，这个要具备了上个实际的条件，在道场中有处，在公司行号也是如此，在家庭生活也是如此，在朋友相处之间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咱老前人老外这组赛讲起来，会使讲是广方面的，会使讲非常痛快。哦，所以互相配合，修养是爱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，过去咱圣人来讲，有价无劣，因人施教。那么每一个人才，伊所具备的才能，不一定拢同款，也就是因为无同款的才能，才当展现这个道场的美，才有这个道场的文化。因为由咱每一个人才不同的能力，而来组合了一个大嘅道场出来。譬如讲，会晓写毛笔的。就去挂号，会晓讲三宝，就去讲三宝，会晓学礼节，就去办礼。你若发一个整个道场办落了，一了多少的人才，才有法度来完成这个一代事业的，甚至呢，会当去督办做督办。过去在上庄内底督办内底，我哪有出圣人啊？为什么尽心？所以每一件事，咱尽心，但问心无愧。那么，咱在即天、即年，甚至即世人，咱无一点点遗憾。所以，咱道场中，你会当上海一贯，就是爱苦逼。咱老前甲咱讲，哦，互相配合，分工合作，互相互客来推行道路。这件事是很简单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精神。咱未达到了佛菩萨迄种的境界以前，咱有个人的看法、个人的价值观、个人的观念，加上不同环境的教育，加上过去不同的业性，因果，所以来到这个三个世界，咱有个人的看法，所以咱这种叫做民主，对不对？民主就是尊重，少数服从大数。但是大数要怎样尊重少数，那么安尼叫做呢互相互克。道场中无可能讲每一个人讲的物件，大家拢会赞同。但是为着道务，只要咱毋是私心办事，为着道务，纵然咱个人有小可委屈，无要紧。哦，咱一点的私心来讲，这其实是在咧消业。哦，先是委屈，咱来感恩啊。可能咱过去。欠缺，吼、哦、有亏待，所以即阵约开课当中，咱上天老母娘借这个机会，甲你换一下，安尼无形中，哎呀，咱足感恩嘞，搁消一个业障。安尼是毋是咱心中迄个重担，由安尼观念一转，咱就当去释怀。所以过来就是，下晡电脑较无听话吼，但是各位真认真地位啦吼，就较尽量讲，啊咱各位真认真听啦吼。那么这包括修道人的精神，以道务的监督相配合，吼、哦，也就是讲，咱的道场要当净化，咱的道场道务要当痛快，咱的这个人才工艺要当提升。这拢是包括在咱修道人，伊两字叫做精神。所以精神甲道务是息息相关。好、哦，亲像咱在呼吸之间，这个、呼吸甲咱也是相关。哦，咱人若听讲缺氧三分钟，就会造成脑中风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咱每一工的呼吸，咱毋知影呼吸对咱怎重要。呼吸之间就是大。那么呼吸是一个真奇妙事，以每一天的动作，甲你做伙，你无法度去觉察，但是确实关系到你啥心灵代谢，你的信念观。
所以呢，咱修的是咧精神，这种个精神的体证，咱嘛往往在修法道当中，咱会去甲伊收回。为虾米？因为逐工做同样个代志，逐工办逐同款个事，哦，不管是同事相处之间、处理呢，甲大家相处之间、阿公婆相处之间，固而固然呢，这种个互相精神的尊重，咱往往拢会去甲伊忽略。所以咱老一辈人讲，这是咱修道的精神，伊这个精神甲道务的前途呢，必须爱两者合一。有精神才有物质，有物质必定要精神。所以精神甲物质，一个是先于上，一个是先于下，两者之间一定要配合。所以这个配合就是讲，要安怎去相融。简单讲，讲咱要安怎给咱做圆满。每一件道务、道场中的行为，咱要怎尽咱的智慧，甲伊会当甲伊做甲非常的圆满，互每一个人入来感觉宾至如归。这就是咱人才本来迄个精神该有的啊。那么会当安尼做，也是表示讲，这个人才一定就有智慧，也就有能力，也就有才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道务监督就是甲咱修办道的精神。伊是有绝对的关联，所以到第三点，咱前面甲人讲，道务的进行是大道普传，要追求现实，以创大道。修道人的精神，只要能与道务的前途相配合，便能上下一关。咱在宗教团体定义叫做啥物道？咱的名称叫做啥物？一贯道，一贯道。一贯道，对不对？孔老师讲：“无道一以贯之啊，道就是一贯穿，将无间断。所以修办道不是一日佛堂，叫做修办道；二日佛堂也是修办道。你在公司上班做工做事，也是修办道。甚至呢，咱在念头转化当中，也是你修办道。”所以修道是在那里呼吸之间，那么呼吸会当间断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道务的推行最后目的就是要当普渡，这是咱南无人上界最后的一个盼，因为咱拢是观海佛祖，咱拢是游天地。所以，你都将来要回天，但是咱进来到天，天来到这世间，却是除了凡人皆见的利益。所以呢，咱必须爱照着这条路。所以道务的推行呢，伊就是大道普传，作用上呢叫做拯救生死。道无形无相，但是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本身上锻炼出来，锻炼出来这个道气，伊必然会当产生作用，叫做教。旁边甲咱有缘的兄弟姊妹，看到咱本身锻炼出来这个气，伊会去感受，所以呢，伊想要来接近。因为咱人的心本来是善，哦。所以呢，大道普传，伊主要是要会当拯救生死，将来呢创大道世界，以及呢这个世界这个各国的这个啥呢，不论在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来讲，要将来当大道世界是不可能，因为每一个国家拢把家己茁壮，这就足侪武器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这个武器？因为惊其他国家来个侵犯啊。但是圣人的理念是安尼，伊叫咱爱啥放下。咱每一个人会当学习放下，会当放下，会当无心，相处之间咱就免设防，人甲人之间就无距离。哦，因为这叫做同时。大家同样的一个念头，所以呢，咱老前人讲，
修着一个精神，只要会当以道具的前途上配合，好、哦，这才重要哦。修道的精神，要来以道具配合，当然修养是爱无私无我。那么无私无我呢，在咱修法的过程，咱来有一种的观念。义父甲咱讲，对我无言多之心，对咱呢无道人之心。咱在推动道务当中数十年内底，咱甲出侪人是袂假，但是咱的心中内底袂当存有了有道人之心，所以对我当中无道人之心，就是讲咱做咱该做的事。如同水共款，船过啊，水爱保持无痕。如果船过水若有痕，迄条溪煞袂使坐。哦，亲像一条路共款，车开一台就等一台去啊，开一台等一台去啊，搁较大条路嘛袂通。所以车开过迄条路是健康，亲像船开过水面，迄个水面是完全是静态，完全是恢复本来的。所以咱在修法道当中推动道务过程，咱尽心去做。等到这天结束，你从倒的时阵，会当完全放下。第二天又阁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咱的内心内底，咱无存有了功德相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是叫做无私无我。所以咱要做反讲，内外不足，气来自由，灵修修行，即个法界经本无差别。哦，在咱修班过程内甲外当中。尽知识去做，但是咱的心坦坦荡荡，咱无留下啊留下了任何执着的痕迹，所以就做在甲咱讲，这叫做对我不错。那么一旦达到呢，咱行住坐卧，咱再当安怎起来自由？一个人上摆可贵就是自由，一个人若失去自由呢，伊人生是非常的。可怜，所以今日咱无法承担偌济道务工课，无法承担偌济事业的压力，无法承担咱家庭多少这个压力，咱总是爱以这种的心情来看待，爱以着修万道的精神，咱就当涵盖所有一切，在因缘因素因缘当中，咱都会当来去住。所以呢，修道的精神，咱老侪人来讲，这个精神为一体，吼、哦，将来大道普传为一用，有体必有用。所以修道精神这个体呢，第一定要相信，永远相信道真理真天命真。第二，服从配合道务的运作甲推动。有话师兄，你听班的时阵。听咱的见人，甲电脑师傅讲，咱周杰伦听过去咱的啊，以修代现陈建仁，以咱周杰伦的口中所讲出来，伊讲啦，只要建仁交来一句话，要做啥，他从来不会说不。可是我们这个 no 经常在挂在嘴边，对不对？卖讲建仁甲咱讲，电脑师傅甲咱讲，但是咱就是嘴无讲，心肝内底吼。哦，喏喏喏喏喏喏喏，我们人都发对知影。但是你看，为什么咱奸人，哦，听明伊咱当奸人时阵，伊甲讲每一句话中，绝对不会说不。这就是尊重咱道场的文化体系，尊重咱的天命天数，尊重咱师尊师父修办道的一代宗教。那么咱的奸人。咱个电脑书，建议交代啥物？伊敢会讲不？人讲本无戏言，对不对？既然有交代，咱个建议电脑书有甲咱交代啥物代，必然有伊个作用。只是咱是小好些，无法度去体会到咱个电脑书建议个用心。所以咱咧用家己个角度个看法，然后呢，家己下了一个论断，讲我个看法是安尼。所以我有理由甲你拒绝，叫做不，对不对？所以修万道一定爱啥？爱有服从配合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立言之时，当然
咱来听书之命啊。等到你明的时阵，你当展现着你的这个道的方法啊。所以呢，服从自然配合道务的运作甲推动，这是咱目前的咱在整个道务推动当中是足大的课题。那么要服从，讲起来，这是一件难事啊，难事啊。哦，所以佛祖讲过，爱厌如是幸福，其实迄个心不是要幸福别人，咱这个心，咱这个心，哪怕无透过功夫，咱未幸福。哦，爱厌如是住，爱行点。哦，今日菜也吃，路也修，路也行。哦，有个人。一世人当中，可能还有真长的时间，但是有的人可能剩无外久。但是不管生命长短，在伊基础上界定啦，咱是毋是每一时每一秒会当把握当下，把握咱的念头，咱会当好好啊，在修烦道的这个大环境内底，会当展现着咱人才该有上好一面出来。过来上下健康精神，甲道务作风相配合。上下健康，伊是讲一体。那么为咱的师尊师父，咱老侪是真认真来输，甲咱所有的领袖、组长、大主人才，这是一个内内相关。那么有情一定有效。有上一定有下，所以在修烦道当中呢，上下兼修，伊咧讲就是讲精神方面。无管咱今日徛在倒一个岗位，担任倒一份的工作职责，咱拢应该以这种修烦道精神呢，这种的作风，做法两字叫做配合。哦，那么在到四点呢，建议甲咱做一个师傅讲讲。道务作风在人事上有下面三种，为啥要甲咱交代这个话呢？因为咱会当依照着修办的精神，这个道经去行，咱未来一贯道在咱台湾已经成就成熟，更加即阵向世界各国来去开发。那么这个开发当中，咱的天命运转呢，咱绝对是。绝对的遵从，在纵向来讲是叫做天命影响，在横向来讲这叫做平台效应。那么这个平台效应呢，在外就是咱即阵的一贯道的道场，不是只限在一个单位，而是伊是综合性的。咱应该爱强调各宗教团体、各道场的文化，然后来做合作。来做共办，因为咱师尊师父甲咱讲，天书共办，天书共办，毋是干咱兴业这个单位天书共办，是凡是有宗教信仰、有正念正见的所有宗教团体，大家共同来办，才办上天的代志。所以五教圣人，即阵拢是怎，都是伫讲这件事。咱常咧讲三经五戒。基督教讲世界末日，那么佛法讲末日世纪，其实拢是咧讲道理。既然会安尼讲，表示有重视。无管咱在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环境、不同的处所，咱应该就是爱整合起来，安尼呢，才会当形成了一个足大力量去匡正人心。亲像政府也甲人讲，到2050年，咱地球上哪当去？种2亿万丛的树木，那么咱会当阻止了这个蝴蝶减少，会当减少了20%的碳排量，所以即卖要减碳，就是讲要把这个地球的气温降低。那么这个启动的这个轮刷出来，由此会当去推想讲，今仔日咱哪有哪各种话会当照着这种的这个观念来天书上班的。咱必然会当加速通情人心，会当来管理管理这件事。所以呢，对我来讲呢，咱应该真就是爱行出去，
啊，由咱个体也是当个公体。那么在未来来讲，都会推动人才甲人才之间爱各尽其职。变作属于成就了天命之人，咱来听书切片。那么在人才分论上，做咱该做之事，无管在道场中扮演啥物款的角色，咱拢应该好好啊来来做个配合。这是咱老前人再三一再强调。所以一共有下面三种，第一种就是推演五轮大劫，来到以改善人与人的关系。哦，咱拢知影五轮，分身、辅助、夫妇、坤地、朋友。哦，这就是五轮。那么这个五轮就是制度，人会当生存在这个世间，爱维系了这个制度，爱有伦常的观念，哦，爱有伦理的观念。要有前后的观念，要有准备的观念。那么要建立这个观念呢，就是修养在这个功能上，一定要推行五轮大道。这五轮大道是咱人道上上界重要一环。如果人道若无做好，天道难成；人道乃当圆满，天道自圆。所以过去佛菩萨拢是在人道上，在人世间三无世界当中，以正量无以量圆。不是离开世间哦，对你早修炼，咱大家拢知影。伊之所以变世界公牛圣人，不是伊归空了才变圣人哦，是伊在一生当中真正为人群付出服务，甚至伊的生命不顾。伊展现着伊真正上真、上美、上水一面，予世间人看得到感动、甲肯定。所以在人世间被肯定，必然在天上付出。所以咱大家拢讲修道要解脱生死，要离苦得乐。如果咱今日动害心念，咱若无真正对这方面自我去反观、去反省、去体会一下，快乐在哪里，生死如何解脱？哦，所以呢，五轮大道，这是一定要推行。尤其咱一贯道，对着这个论上义理，会使讲任何宗教。避免掉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，咱会当在短短时间受到社会各界，包括这个啊，这个真侪只个不同宗教团体认同，不是无原因的。所以第二点，宣扬一点，啊，宣扬一点。来参扬真理，推行道路，提拔后贤，使伊有成功的机会。所以咱在这个六祖坛经内底，咱六祖都出世时阵，都有一对的这个师父啊，一对证人啊，透早去甲六祖，因兜个弄嘛。那么入门的用意就是讲，夜来升旗，转来安眠，可惜归下流了。第六是谈经内底有写一段。那么六祖的爸爸听你甲来讲，啊，你这个我也不熟悉，半暝三更来咧阮家，啊，你来早阮家生一个娃娃，啊，来特别较好命，这必定有因的。而且来者就是两位高僧啊，伊讲你的囡仔出世了呢，命我甲你号叫做上归下流。哦，啊，为什么有上下之分？上天之分妙理，会当下化分为众生。所以伊讲上归下连，六祖伊爸爸问讲何以归连？所以这两位经人甲讲啊，归者以化为是众生，连者连作不殊。哦，所以一个修道人就是爱有慈悲这两个条件，爱有智慧，有智慧才能生出法门，会当广度有情。爱有能力，会当来替师分忧，道场中出些代志，会当去了完。哦，所以呢，廉洁会当积极，那么会当廉洁积极呢，这个家庭必兴，在公司呢事业必成，哦，在国呢国家必强，在道场中道场必然发展，这拢是具备了这两个基本的这个条件。
也就是讲人才，啥物叫做人才？放着位啊叫做人才。天下无迄个庸才、天才，放对位置就是人才，对不对？哦，咱若讲，咱今仔日想要看倒一个情形，讲好，伊做啥物做真好，我也要去做些。但是你无学到迄个时阵，你勉强去做，安尼反而坏事。所以，既然是人才，工作就无分大小，哦，无分官阶，嘛无分阶级。所以，人才只要你甲放对位，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才。哦，所以咱。有当时会去甲别个单位去接触时阵，伊讲吼，我的道场吼，讲师有两种，哦，师师有两种，我讲师也有两种，或者讲我讲师的讲师那有两种，伊讲有哦，我按照两种，伊讲吼，一种的讲师叫做台上讲师啊，一种的讲师叫做台下讲师啊，台上台下，啊这是要哪分？伊讲吼，有个人就是天生会当起来台顶讲道理。讲的头头是道，他不会怯场，而且伊讲的道理呢，会当源源不断。哇，这叫做台上讲师。有个人起来台顶吼，唔知哪一看咧台下吼，安那皮皮喘。但是伊若咧坐人的时阵哦，哇，道理讲得真好真好。所以分两种讲师。那么这分别就是讲，人才只要放对位就对了，无管你担任啥物款的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第三。天下之独尊，三根骨，德气足以定位，才能不乱上下，以兼修的精神。如能以这作风上配合，也能上下一贯。那么第三点呢？咱老前人讲，天下之独尊啊，天下上界尊贵，达到真正被天经尊重上好的，就是这三项。第一就是德，第二就是气。第三就是教，给咱知影德性，就是修持。过去咱在佛经内底有看过一位这个啊，这个中路哦，鸠罗摩什三祖法师，十三岁方称为中路。其实咱现在就是讲，读小学已经会当去进入到对，到大学哦，跨级。会当去跳跃去读大学，那表示讲伊的能力有异常的。那么这个德就是讲在修行学科当中，伊有具备了这种的能耐啦，哦，伊具备了这种的德行啦。所以有德行有能耐的人，那么伊必然呢有安定的作用。所以鸠罗摩什虽然十三岁成为长老，但是伊精通经、律、论三种的经书。精通就是讲你甲问啥，真正是认可不得。第二就是气，那么气呢，也就是代表一个中介意思。所以咱有限等有这个长心班，哦，所谓长心的菩萨，拢都是气的代表。就是讲修办得足久的，在道场中一生奉献牺牲数十年来，无改变着伊的意志，道念坚固的，即个中者。所以你啊看，家有一老，事有一百。厝里有一个师大人伫厝里吼，咱心敢若真安定。啊，所以道场中有真侪中者，伊在过去甲咱年轻的时阵，伊也是在道场中牺牲奉献。哦，啊，气就是讲已经年纪大，哦，那么因为也比较体力各方面比较较少的时阵，伊自己开始用心性，哦，来展现着伊真正的德。那么第三就是足，足就是讲位，哦，比如讲咱的前言，咱各位在读书，哦，伊就是代表咱道场中的中者。所以呢，道场中有这三个代表，咱老前人讲会当定位，会当安定作用，安定根性作用。那么会当安定，会当定位呢，财源不乱，系统不乱。好，比如老爸就老爸，囝就囝，
兄弟就是兄弟，朋友就是朋友。咱这个系统甲定个好势，自然而然，大家有遵循的规范，遵循的规则。哦，亲像这个一挂形式同款。哦，一天就是地形自转一千，一定位啊，转家己该转的。一年365天，搁四分之一。